方姬有结婚后生下一男一女，怀孕时曾经暴肥20公斤，后来靠健身成功甩肉。日前她分享跟儿子的合照，照片中方姬有穿着大红削肩小可爱，搭配皮裤长靴， H 身材完全展现，让网友惊呼也变太瘦了吧。她也趁手上工作杀青，犒赏自己跟好姐妹昆凌回澳洲度假1个月，跟昆凌穿姐妹装，看得出来两人感情非常要好，还大方分享比基尼火辣照，胸器外露搭配穿字肌，根本超级喷血。网友也找出昆凌穿比基尼的照片，对比之下直呼这两位妈妈太不科学，看起来真的太凶太狠太火辣。而瘦身成功的方智友也透露，在澳洲的这个月，每天走在路上都有好多小鲜肉搭讪。非凡娱乐这里报道。